不做完不许下播啊！那这个直播的名字就叫"榴莲千年"，怎么样？这个是我吃的，我要保证这个蛋糕很完美。不是这。好，不错，它变得更丑了。啊，还没有，不切还好看一点，切了之后呢，仿佛没有那么好看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榴莲切成一分为四，怎么样？不，一分为八，我要寓意好一点。完了，我这样切，再怎么分为八份呢？这样，OK， 很像那种就是腹肌，很像腹肌，等一下，刘宇腹肌，不不，算了算了，说实话。你们可能过段时间吧，会看到一些惊喜，嗯。